迎大家来到香港妇女基督徒协会，我们这个女神台啊。咁啊，我们主要咧喺呢度咧都会用女性主义神学啦，或者咧女性嘅角度咧去睇好多时事啊，又或者我哋身边嘅事发生嘅。咁咧，我系台长，我都唔知自己点解变咗台长啊。我系 Alex， 大家好。喺我身边咧系另外一位主持。系，大家好，我系剑玲。咁啊。我都要介紹多少少我自己，因為咧我係一個肉眼看不出嘅一種殘障啊！大家睇我咧眼仔碌碌，戴住眼鏡咧，其實我係一位失明人士嚟嘅，我係視障朋友。咁啊，劍玲咧睇唔睇到啊？我睇到啊，我戴眼鏡咯。係佢咧，但係佢睇到嘅喎，嚇、大家唔好以為佢睇唔到嘅喎。係，但係佢嘅殘障咧，可能將來會展現俾大家欣賞㗎啦。好啦，今日咧我哋開台啦。咁我哋有乜嘢題目同大家講下咧，劍玲？咁咧講到即係開台話諗題目咧，我就諗起依、這個殺妻呢一個嘅題目嘅。哇！呢排 hit 啊！今年我哋睇到淨係殺妻都死好多件啊。係啊，其實同埋好似仲係好跨階層啦，唔同嘅行業啦都會有嘅。嗱，譬如我哋冇諗到一啲可能唔係好識處理感情問題嘅後生仔，咁有啦嚇、都有一兩單，有單仲喺台灣添，好轟動。咁亦都有啲哇，其實佢又已經即係好有社會地位嘅教授，亦都有喎咁、樣。咁所以覺得，但係我心裏面就有個問題啦，即係點解四極都係女人呢咁樣？即係女人居多，係啊，點解冇辦法咧？同埋我近排幾單咧，都係啲高學歷殺人嘅，即係讀好多書啊，係咪孔武有力我唔知，但係讀咁多書，點解都會去殺人咧？仲要殺自己個老婆喎，有咩咁大仇口咧？阿劍玲，你都係人妻嚟噶，你驚唔驚？定係你老公有啲咩喜事就係嘈完之後斬你㗎？其實驚嘅，其實都驚嘅 ，OK， 係好。啊，咁啊，講翻頭先嗰度先，一陣間先處理你同你恐懼嘅問題，係恐懼嘅問題，係。咁啊，頭先講過啦，高學歷啦，有咩原因嘅咧？係咪讀即係讀壞書啊？嗱，其實所以咧，嗱頭先就話點解即係都會叫驚咧，就係話因為咧。發現呢啲可能屋企人之間嘅即係殺害啦、暴力啦，或者情人之間嘅即係暴力啦，似乎係無跡可尋。即係唔同嘅學歷啊，或者地位、社會地位嘅人咧都有機會。咁我咧就為咗準備依個題目咧，都有特登去見到依本雜誌啊。呢本雜誌喺邊度有得賣啊？我去咗成品買嘅。啊 ，OK。去咗成品買。咁佢咧，因為呢一期嘅專題咧，佢個名叫《失控的愛》嘛，咁就係講情感。那個、即情人之間的暴力、或者家庭暴力的問題、其實原來台灣都不少啊，近年所以佢特登做依個專題啦，其實都有講到就話可能都係一種情感教育的缺乏啦，咁即譬如我哋點樣同親人之間傾偈啊、講嘢啊，咁都會好影響即係嗰個事情的發展啦，同埋點樣處理自己憤怒啦咁樣。係喎，好多時即係殺妻都係人哋講啦，你殺妻都係一時意氣或者一時衝動啦。咁如果能夠處理好你頭先講嘅嘢咧，可能即係搞掂咗個源頭，其實後邊殺妻嗰樣嘢未必會出現嘅。係啊，同埋咧，我哋發現當然有啲係真係謀殺啦，有時間有規劃啦，但更多時咧，其實根本係即係意外嚟㗎。譬如佢係諗住去酷煲嘅，點知去到咧傾唔埋啦咧，之後咧係好憤怒，咁一個唔覺意咁就錯手，可能就殺死咗對方啦。跟住自己都冇辦法再走下去啦，就自己都自殺埋啦咁樣。咁變咗咧，即係其實即係都有講翻話點解會有咁嘅暴力嘅傾向出現咧？咁當然同我哋其實譬如香港教育都係啦，好重視教你知識，大家考試好叻。但係咧，我哋係冇情感教育嘅。咁我近排讀性教育先發現咧，原來性教育唔係淨係教性嘅喎，佢會教你點樣約會啊，點樣去即係接近你想接近嘅對象啦，點樣處理分手啦，點樣計劃你嘅家庭啦。喂，其實呢啲就係最好嘅一個教育，就係話我哋點樣處理自己嘅憤怒，點樣處理同別人嘅關係咁樣。一般人覺得性教育就係教你。男女不同啊，有啲咩器官啊，身體構造啊，又或者一個活塞嘅運動啊，咩姿勢啊，或者戴安全套啦咁樣。冇錯，其實原來唔止嘅。冇錯，呢個都好重要喎。係啊，真係。好啦，呢本嘢呢個專題
嗰集依集就講話嗰個處理點樣嘅情感啦、嗯，有冇啲重點教我哋啊？重點啊，嗱、嗯、佢其中咧當然佢有分析到一啲即係點解而家現代係會有咁多呢啲嘅家庭嘅暴力啦。其實我都睇過另一條即係 tag 嘅片啦，永星人嘅片都有介紹一本書咧，就是、日本首次佢嘅謀殺案，即係殺人嘅案件裡面咧，第一次識嘅人親人之間嘅殺嘅案件咧，係、嗯、多過唔識啦。即似乎而家原來去到現代社會越嚟越大嘅嗰個可能社會壓力啦，對家庭嗰個要求啦，係、嗯、令到反而家庭暴力係越嚟越嚴重啦，嗰、那個情況。所以咧，外國咧十八歲就叫啲仔女即刻離開屋企，自立門户。其中一個原因就係咁啦，就係減少兇案發生嘅可能性。父母殺唔到啲仔女先啦，咁樣。其實唔係咁樣，唔應該咁樣，應該唔應該咁樣咁樣。其實係啦，咁變咗，我覺得最即係這個雜誌最 impress 即係最令我覺得好印象深刻嘅，都有講到就係譬如我哋缺乏呢種情感嘅教育啦，同埋乜都要快，即係譬如 WhatsApp， 你一打咗 WhatsApp message，、嗯、你即刻對方就要覆咁樣，即係呢種快咧，亦都令到大家冇乜空間去處理情感呢啲咁細膩嘅問題咁樣、嗯，要快啦，要即刻肯定啦。但是人又成長又很空虛，因為成日只是、啊、要追求成績好啊，或者要賺食啊，即是、嗯、真是 quality 的有質素的傾談，即家人之間本身都已經很少、嗯、那你想想即其實呢、我覺得最大的即是看完這個雜誌最大的學習就是說呢家庭啦情人啦其實真的要給時間去花心機建立，咁唔係淨係話啊，我哋有錢去買樓啊，或者我哋即係物質方面嘅充裕啊，嗯、而係你有冇每日有幾多少時間係同你嘅伴侶傾偈咧？嗱、嗯，傾偈又分好多層次喎、啊，你可以交流啲即係資訊層次嚇，我哋話第一層，喂傾下近排有咩八卦咁，還是你可以去到啲情感嘅層面，啊講下今日有咩失落啊，啊可能又俾老細鬧唔開心啊，需要啲咩支持啊？表達下愛意啦，嗱唔使驚嘅嚇，無論點咧，我都會支持你噶咁樣。呢、嗯、啲説話就唔怕講多啲。哦，係，我就講得最少啦。嚇！係啊，所以我但係我又衝動得嚟咧，就冇殺人嗰個動力嘅。嗯。係啊，因為我最多咪唔見呢個人或者唔揾呢個人咯。係。係啦。咁啊，但係如果真係講到話，喂老婆老公，唔係話唔見咁簡單噶嘛。冇錯啦，係啦，即係你頭先講話，我需要時間去處理係啦。喂，咁你同你老公有冇鬧交先？咁其實正常一定會嗌交㗎。咁你係咪用呢種方法處理咗佢㗎？嗱，我都唔敢講話一定每次都得啊，尤其是咧，即係我會覺得情人啊或者伴侶之間就係、是、好似同佢有多牽係，即係依本雜誌都有講嗰啲殺人嘅即係嗰啲兇手啦，嗰、那個。都睇翻佢哋個關係，就係話咧，對方就等於佢嘅一切，同埋佢嘅全部。咁所以先至，如果萬一會失去佢、嗯，或者萬一出現咩爭執，就覺得呢個世界冧落嚟啦，咁即係天跌落嚟啦咁。咁或者佢哋用暴力嘅時候，係可能希望暴力挽留對方，咁、嗯、樣。咁變咗呢個都係一個即係話用一個我哋話唔係咁理想嘅方法，係想得到對方嘅愛啦，咁樣。你而家講緊呢種愛咧，除咗真係喐手打你之外咧，喺説話嘅過程其實都好暴力嘅有陣時。係啊。係啊，有啲三句唔係兩句就你有冇啊嗰啲咁樣，再唔係就車你阿爸嗰啲咁樣。或者係講啲説話好刺激對方。係啦、啊，即係話，誒、哎、我唔夠錢你使啊，啊你咪揾第二個馬佬俾錢你咯嗰啲咁樣。係，類似係呢啲。係啦、啊。即係本來嗰件事都未解決，即係夠唔夠錢使啊？跟住變咗又加咗馬甩佬呢個新嘅因素，嗰、啊、件事就越嚟越複雜。但是去翻我哋發現很多衝突的源頭，其實都是想要咩？想要愛啦、嗯、關心啦、陪伴啦、支持啦、理解。其實人很多時很共通，都係有呢啲嘢。嗱，調翻轉咁講喎，可能一開始是犯錢的問題，但如果大家是知道你一定會 back up 我的、嗯、我都一定會支持你咧。我哋作為一個群體、一個家庭。就可以面對很多難關。嗯、即使住在100呎的劏房，其實這個環境你們結婚的時候已經存在的嘛，不會因為結了婚之後有什麼改變，除非大家很努力賺錢，那就大家去改變現有的情況咯、嗯、但不是的，原來在甜蜜期的時候呢什麼都可以、嗯、一過了呢少少東西都好像很不順眼、嗯啊、
所以怎樣保持甜蜜呢、嗯、這個就真是一個秘方、啊、即令到大家保持甜蜜你就會有力量去面對這個世界的挑戰，如果反過來沒有了甜蜜的話呢，本身你的家就是你地獄了、嗯、就是這樣。咁係啦，咁去到最後其實都咁我哋女性主義神學啊嘛，咁都想介紹翻其實嗱，如果我哋講翻聖經裏邊嚟講咧，咁、嗯、當然聖經裏面都充滿一啲即係重男輕女嘅經文就唔再講噶啦，即係我哋頭先都喺度研究有冇啲即係殺妻嘅故事咧，咁啊暫時未揾到，有啲間接嘅啊，就譬如出邊敲門各各各，喂唔該加個男人出嚟咁樣，跟住個男人就唔出，跟住擁自己個老婆出去，嗯、或者擁自己個妾侍出去，或者話啊我擁兩個女俾你啊咁樣，咁、嗯、變咗其實好多時候即係如果有咩事咧，要死嘅女人先。咁我亦都覺話呢個重男輕女嘅文化咧，亦都會導致當我哋有憤怒嘅時候咧，女人就傾向點啊收埋同埋自殺、嗯，男人就傾向暴力係向外嘅咁樣咁啦。咁、嗯、其中想介紹俾大家嘅咧，即係呢、這個即係聖經嘅呢個 background 就冇得講噶啦。咁但係其中，譬如耶穌都有教過我哋法怒嘅時候咧，好得意。佢話：喂，十戒話不可殺人，但係佢話咧，其實你法怒嘅話，即係你如果嬲嘅話，其實你已經殺咗人啦咁樣。嗯，咁殺人嘅前端咧，即係個開頭就係即係你去激嬲咗或者觸怒咗一啲嘢啊嘛。係。咁我先有嗰個衝動去懟你啊嘛。冇錯。咁所以佢咧呢個教導就 practical。佢話嗱，如果你嬲嘅話咧。你就要解決你同你嗰個即係兄弟姊妹之間嘅嗰個爭端咧，你先好快翻嚟教會崇拜啦。如果你搞唔掂，你會翻嚟崇拜。咁、嗯、即係話，如果派家庭到咧，就話喂，你可唔可以今晚你就去搞掂你自己個憤怒先？嗯、如果唔係翻到屋企都危險嘅喎。儲住儲住，嗱與日俱增。學你話齋，如果我哋朋友之間有咩真係好唔高興，大不了就唔來往嘅啫。但係你伴侶就好難嘅，屋企人、父母、仔女，就很難。你翻我家住一排，你都要翻屋企噶嘛？係啊，咁所以變咗有陣時有啲嘢都係一個循環嚟嘅。你話你一開始去到互相對罵個循環咧，就越嚟越差。但你話唔知點解有個方法可以棘翻轉頭？我哋可以深層啲去交流啲情感嘅需要，唔係用指責嘅方式嘅，好好講下，咁又有機會翻翻轉頭。嗯，咁樣。歸根到底，溝通都好重要啊。冇錯。好啦。今集呢，如果我哋繼續講呢個話題呢，我肯定話俾你聽，我哋講咗十個鐘頭都唔會斷氣嘅。咁啊，所以我哋暫時到呢度。如果大家有乜嘢問題啊，又或者有乜嘢同我哋分享呢，記得喺下面留言咯喎。OK， 咁我都想補一句嘅。咁、我哋今集提及過咁多死者同埋咁多即係嘅咁悲慘嘅案件啦。咁我哋最後都簡單單有一個祈禱，就是、希望死者係安息，希望咧受影響嘅屋企人咧係可以有平安，亦都希望一日咧我哋呢個社會係可以大家都學識溝通嘅和平相處。我哋最愛嘅人，我哋真係表達到我哋嘅愛意咁樣。好，咁啊，多謝大家收睇，下集繼續同大家見面。拜拜。